家好，我是有点有点不明。这张实况呢是一款叫Killer Bear 杀手熊。那比较特殊的是，它不是解谜探索，它是生存游戏，要拼了命了让游戏看到上方那几只角色，所有的角色都给存活下来。那依照存活下来的角色数量，给予不同的结局。那我们开始哦。在这愉快的周末夜晚，举办这样的派对如何呢？这也太荒山野岭了吧！凯恩，哎呀，麦克，大家都已经到了哦，来，快点进来吧。因为我爸妈都出去了，尽情的玩到早上吧。比尔，终于来了，麦克，妈，坐下吧。你就是麦克吗？很高兴见到你，我是莫比，请多指教。泰德，连瓶酒都没有吗？真是臭小鬼派对啊！哥哥的朋友也来咯，今晚将会玩得很开心呢。是我喜欢的鱼柳条，沾上酸奶油的话很好吃哦。翠西，你好啊，麦克，其实我有个弟弟，虽然他今天没来，现在介绍给你认识吧。凯瑟琳，嘿，麦克，你那件衣服很潮哦。睡来了，麦克坐下吧。我可以去其他地方吗？你要去哪里？派对要开始了哦，不让我走。来，大家都到了呢，那么派对开始吧。今天能来到我们的派对，嘿，耍什么帅啊？吵死了！反正今天能过来，真的谢谢大家。来，我们干杯！凯恩方月，我知道了，哥哥。这感觉是那种好莱坞制的那种无聊恐怖鬼片。那等到玩到一个时间之后，大家就开始讲鬼故事，然后之后大家就开始被杀了。那么夜也深了，接着来说一些有趣的故事如何？你看，哇，什么什么？你们知道杀手熊吗？出现了，比尔擅长的杀手熊故事。泰德，别捣乱啦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杀手熊就是穿着布偶装的杀人鬼吧，对吧，比尔？别说这种吓小孩的故事啦。莫比，不要抢走我的乐趣啊！熊熊的杀人鬼什么的，一点都不可爱。杀手熊真的存在哦，他杀死了许多人，却还没被抓到。哦，好可怕，我们要尿裤子啦。在妇女内裤里面还好吗？别这样，泰德。妈，大家冷静一点。大夫让我带杯果汁给你。我要去一下厕所。
哎呦，电话是谁呢？在这种时候，喂喂，在享受着派对吗？请问你是谁？比尔，我是妈咪哦。配的给我差不多一点。不好意思，请问哪里找？那个你没有必要知道，因为你们今天晚上就要死了。希望不管你是谁，但是别开恶意的玩笑。怎么了，比尔？你吼了好大声。来吧，游戏开始咯。要从谁开始杀呢？从刚才进来的眼镜仔开始吗？还是去厕所的黑人女孩呢？对了，先从那边那个胖大夫下手吧。哎，我要回家了。你白手这个时候乱跑，还可以动嘞。干嘛？闪开一点！我想回家了。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只是一通打错了脑残电话。要是在这个游戏中打电话给警察以及离开这个家的话，就会 game over 哦。那么有几个人会活下来呢？可恶，挂断了！到底在搞什么？那从刚才开始已经过30分钟以上了，不是什么都没发生吗？不要对着电话吓到像笨蛋一样。你要去哪里，凯瑟琳？我要去睡了。比尔，你的床借我睡哦。凯瑟琳，等等。哎，你走掉了。有个任性的女友还真辛苦呢，比尔。不是那样的，泰德。比尔还好吗？他走掉了。你们都不听人家说话。哎，这么快就可以走了？那我们就叫凯瑟琳吧。凯瑟琳的房间是哪一间啊？不是这里。是谁？麦克，真是的，比尔在做什么？我知道了，回去就行了吧？讨厌！这个时候还是大家待在一起会比较好。翠西，哎呀，切，聆听我打雷了。泰德，你要去哪里？厕所，因为很烦躁，我去吸口烟。别帮我点一下火，阻止你也没用吧？拿去，下啦。厕所是这一间吧？干嘛出去啊？啊，要把厕所的门锁起来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别管我啦。反正就是他们出去一个，我就要找一个。我来倒些咖啡吧。嗯，大家别动。然后呢？翠西，对了，打火机。去了。啊，最近出去了，必须要去地下室把电路器搬起来。凯恩、麦克，你们两个想要跟我一起去？好吧，我跟你去。那么走吧，麦克。比尔，我也一起去。地下室，是这里吗？
这里，这边是厨房的后门哦。地下室不是这边，这里。他家里真大欸，哪里啊？钢琴，有了，这就是断电器。不好意思，麦克帮我拿着打火机，我看看。嗯？哎，死掉了？为什么？不要了，别！不知道为什么会死掉，我不懂。不就搬个断电器而已吗？就现在是要怎么样？回去吗？啊？放了一把手枪，捡起手枪。手枪能干嘛？所以我要先回去的意思吗？欸，死光了，大家都死了。为什么他会死这么快？整个莫名其妙。所以杀手熊到底是谁？而且我也不晓得他怎么发子弹的。哎，麦克，不对，不是我杀的，相信我，求求你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麦克，开玩笑的吧？快放下手枪！好了，麦克，把枪交给我。好了。可是我觉得莫比，可是为什么剩下这两个人？把枪交给莫比。谢谢你，麦克。电话，麦克，大家都死光了。哎，活着留下来的家伙全部都杀死了。下一个轮到你了，麦克。人很好的麦克，如果不把枪交给我的话，明明说不定就可以得救了呢。不过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乔治的存在，他是我的伙伴，是真正的杀手熊呢。大家全都死了，死掉咯。原来莫比是杀手熊，大家追求刺激。对无聊平凡的每天已经感到厌烦了，所以我感受到了这把超爽的刺激，也让你尝尝吧。拜，麦克。都GG了。乔治，乔乔可以出来咯，最后的收尾工作咯，快给我那种刺激感，小乔，他踢笑了吧？哎，真的，真的有杀手熊哎！原来莫比就是杀手熊的代理人吗？那就结束了，不是吧？
这是哪一个结局啊？所有人死亡是就这样。你就是杀手熊哦，and e 杀手莫比。好啦，我觉得我们先今天先玩到这里好了，一款还蛮好玩的小游戏。那之后也会陆陆续续把其他的结局给破出来，希望大家喜欢这个作品哦。那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在下方点个喜欢。那有任何意见欢迎留言下方评论吧。有想要接收到我的最新资讯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哦，大家拜拜。